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乐高侏罗纪世界，好吧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像是要找谁吧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哎呀，好，拿到了一个 DNA， 哎，可以召唤新恐龙了，不错不错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恢复电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一只那个胖死胖仔被双极龙给喷死了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吧，好像是的样子。好的，继续找看看，这个要怎么打开？要胡渣大哥，我们没有胡渣大哥，我们现在这边只有两个人。前面那怎么过去？死路，这边要一把钥匙，好吧，很明显的就是要往里面绕啊。它显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不管。喂没？在护什么？哇，看到脚印了，我可以挖到什么？拿到钥匙了，哎呦 ，nice！ 可恶，在这边走路不能走快一点，走好慢哦。开门。还要这样子。还要转，好哦，转好转满。电缆的管子。这个需要那个呢？我们没有人会发电，没有人。把我打掉，不急，有了，这可以拼凑。好像有迅猛龙的声音哦。这个要提米才可以下去。还要避开蒸汽。这边就是，这边过不去哦。这要怎么做？他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又被喷到了，该死了！这应该是要拉这个杆杆吧？不是跟我长一模一样吗？我们都是有胡渣的男人啊！为什么录不到？我是卡关了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卡关你？对啊，没有错啊。那设地板啊，感觉好像在抓上面那个样东西。怎么办？明明就是他在跳的，他上面显示那什么白痴东西啊，乱显示一通。有了。然后再让他过去，明明就是给他跳的，在那边真的是。然后我来负责转，转好转满，有了，轻轻松松。金属楼梯，用它下来。迅猛龙大哥跑出来啦！
我害怕，请你温柔的对待我。嗯，他不见了，消失。好，这个要交给他。就这样，没了。好哦。走，捡到一颗蓝色的。高电压。该拆了，该拆了。哎，不能拼了，我以为这要拆掉，拼一拼说。原来没有了。交给我。啊！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不能用扳手，你必须连续按压住。嗯，好。哦。耶，恢复电力了，太棒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呜！啊！哎，怎么会有个黑人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他是死了是不是？他被吃了。我们的那位家伙挂掉了。Hunting， 活下来了，太棒了！我活下来了。白痴的声音，有兔子哎。等一下，这个意思是他已经撞进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听到碰撞的声音，交给我。哦，给他浇花。射他！哎呀，这个距离 ，nice。哦，这样子一个这样子，那恐龙蛋吗？那是恐龙蛋吗？哇，这样怎么上来？迅猛龙来了！对啊，这样子只有我能上来。哦，这边浇花，让他从下面上来。会了，会了。有了 ，nice， 会让我上去。啊，这样才可以荡秋千荡过去。喂，成功过来了。三角龙在那边，哎呦呀，差几条，吓了一跳。我成功啦！我旁边那个女人在叫什么东西啊？我不帮忙敲在那边，哦，气喘吁吁这样。哎，哇，叫你吵，奇怪，这个他可以处理吗？哦，这个他可以处理。进入那个恐龙大便是他的专长。
好，成功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迅猛龙要冲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别，快拿你的枪射他！他都不拿枪射的哟。拍到钉，你这家伙啊，一定是跟所有人都不合，所以说你看没有人要帮你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交给我。好，成功了。滚石头。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。又来了，走开，走开！我觉得这一关应该可以拿到迅猛龙本体啊，我觉得。哦，它现在上面有显示血量嘞，射它！嗯，知道怎么玩？丢！哎呦，这是成功的意思吗？好笑哦！换只，换只！哎，失败！你躲这里对不对？啊！我猜错啦！哈哈哈！好笑啊！丢三次就赢了，丢三次就赢了。再让我猜一下。哎，猜错歌，我不好吃啊，我的肉很老又难吃，去吃旁边那位女士的，不要吃我啊！真的啦，别吃我啦！哎，我要怎么丢啦，大哥？好，有了，那这样我可以射他吗？不行，只能用这种方式做攻击。再让我猜一下，这里 ，Yeah， 大胜利！好，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？他已经扣掉三格血了。哦，开始要。见闻色了吗？放一只，看这也太作弊了吧！哇，自行改装，哪里？谁的香蕉啦？聪明的女孩，还知道要拿枪去赌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说我这位大哥挂掉，对不对？难不成这位大哥挂了？有可能吗？我们应该可以拿到迅猛龙了。嘟嘟嘟嘟，已解锁！耶！我就知道是迅猛龙，太棒了！哇！好啦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今天先玩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我们呢，下一集呢，我们再看一下主线到哪里吧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现在剧情的进度到哪里、欸。我想说，要不要以后就是两关一集啊？现在是一关一集嘛，那两关一集的进度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啊。不知道各位 O 不 OK 啊？反正总而言之呢，今天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朋友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好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侏罗纪啊，乐高侏罗纪世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